师，不好意思。哦，我刚刚去取货，我跟你说，我网购的东西到了。我最近买东西的眼光越来越精准。我这次买的东西绝对厉害。好东西呢，绝对不是你说了算哦，要通过我这个彩妆界的柯南的认证。哦，我有把握，我今天一定可以通过彩妆界柯南的认证。老师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一次专攻的呢是网友口碑的卸妆乳。你也知道，就是从以前到现在，我都喜欢化大浓妆。因为我觉得化浓妆呢，观众可以看得出我有化妆的感觉。是。再来，我觉得这样子比较敬业。不过化浓妆呢，很难卸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知道，就是有时候那个卸妆的产品太过于强的话，会卸很刺激，刺刺的。对，那如果好卸的很刺激，不好卸的卸不干净，对，尴尬。然后这一个呢，网友说它其实是很温和的，它可以清洁的非常的干净，所以呢，我就把它买下来了，可以吗？而且呢，像这个的话，我自己本身有使用过。老师，我刚刚在取货之前，我又去试了彩妆，你帮我卸掉好不好？好，那我就直接来帮你使用在你的手背上。好，就挤出来，它是乳液状哎。对，而且你闻哦，它这个味道啊，精油味很重，有花香，对。对，然后呢，它就是让你就是可以用植物精油去溶解你脸上的彩妆。网络上有说它里面有什么蜂蜡，对，还有什么摩洛哥的坚果油，很多都是植萃的，还有就是玫瑰草的精油，所以它完全就是植萃的成分啊，它可以让你就是脸上。同时有卸妆，然后呢又可以让你的肌肤呢不会太刺激，也太快速了。对，你看哦，现在呢你手上的这个刚刚的这个咖啡色的眼影全部都溶解出来了，哎，好快哦。对，然后呢我们再用面纸轻轻的把它擦掉。我们刚刚讲到它有植萃，对不对？它有配合了就是天然的活泉水在上面，所以像你肌肤啊比较敏感的人都可以使用。而且我发现卸完的时候我不会觉得它有干涩的感觉，而且它清洁力真的还蛮强大的。对，好，老师，那这一支有通过吧？有，这一支赞啊，太好了。好，另外呢，我还专攻的另外一个就是草本凝膜啊，你知道，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，对。然后呢，再加上就是现在还是出门去公共场合还是得戴口罩。那你知道我每次戴完口罩，我都觉得很闷热。对。然后就会长一些口罩痘。哦，好烦哦。对。然后呢，又有网友推荐这一款是超火的，所以我一次买了三瓶。真的。我买了三瓶，这一瓶绿色是。针对粉刺，对，然后其他有好像还有两瓶，就是它有美白，对不对？对，有美白跟紧致。刚刚你讲的这三个啊，它有非常厉害的法国的火山的矿泥的成分，那我就来帮你试试看这个粉刺的。然后像我们在敷这个泥膜的时候呢，因为我们的毛孔啊，它都是往下长的嘛，是，所以呢你在敷的时候呢，你就是顺着你的毛孔的。生长方向就是正常敷到你的整个毛孔呢，就是覆盖住就可以了。好的，而且我发现老师你在敷的时候，它有点冰冰凉凉的感觉。对，然后它没有什么味道。因为像这个牌子呢，它本身就是它就是追求的是一种天然的植萃的成分，所以呢，它可以让你在敷脸的同时呢，可以闻得到一点点那种就是。纯天然的精油的这种味道，大自然，对对对，像刚刚你有讲到的美白的、紧致的，就会里面有添加不同的精油来帮你做，就是皮肤的拉提跟美白。老师，我差不多敷个多久的时间应该就可以了？15分钟。对，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了。而且啊，它在网络上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，就是它可以连续敷3天就会有效果。对，我有看到，他说如果说我是敷粉刺的话，3天之后连敷3天，对，然后粉刺就会慢慢的跑出来，对，它就会帮你就是清除掉你一些比较深层的粉刺。好，然后像美白呢，你连续敷3天，对，你脸上的斑点就会稍微有点淡化了。那因为它这么天然，所以其实如果说我是比较敏感肌的，应该也可以敷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就稍微来帮你擦一下。
好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帮你卸完之后呢，你是不是觉得很舒服？对，然后很温和，不会让我有紧绷感。因为它帮你把那个老废角质去除掉了，所以呢，你敷完之后，你的脸上感觉好像有白一阶的感觉。有哎，你看我这边有敷跟没有敷是有落差的。对，这边感觉好像稍微比较亮一点。那彩妆界的柯南，我这次买的东西 OK 吗？有，今天通过喽。你今天的产品都非常的厉害。太好了，我下次要带更厉害的来。好，那我们小姐姐购物车下次见喽，拜拜。达人传授美丽秘技都在女人我最大 APP， 拥有最强神级团队，让你成为时尚焦点。达人指点，美丽多一点，女人我最大 APP， 快来下载。